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铰。根据 YouTube 后台显示，还有 70% 的观众没有订阅，还请各位大侠们江湖救急，动动手指救救偷主播。另外，本频道的会员机制已经开启，最低只要15块就可以帮偷主播加菜，进入我的频道首页就可以加入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my， 又见面了。辛苦了一整天，又到我们开箱的时候了。今天要来开这个一整箱1202 Age of Overlord，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店里面其他人开到的000，跟1201是一样的，然后背景换了一个颜色。坊间流传就是1201到1204应该都是这一张结束与羁绊的魔导师，它会有四种颜色，然后可能1205之后会换别的。I don't know。总而言之，一整箱。也有加强这个我很喜欢的白银城，出发！好，来了，各位，第一盒黑洞龙有了，第一包就有啊，效果怪有没有机会？就是要效果怪，光属性，效果怪有很多机会。暗属性，黑洞龙，不要黑洞龙啊，更烂，黑洞龙还比较好一点。他谁啊？他不好是不是 ？TG，TG 不要鲨鱼要塞啊！鲨鱼要塞，超越龙，他就是把旧的全都变成那个武装化。TG， 辛苦了。哦，又有新的卡片商人，灵魂怪兽的灵魂仪式。哦，欸 ，VS 蛟龙，这个帅。李螺旋流雪峰，哦，越来越喜欢这系列了，有个中二。这个比较好，很多人很喜欢的。哇，他怎么红成这样啊？哦，这也是旧卡的新朋友。电器，感太怀念了吧？这什么爷青回系列？奇迹的魔导剑士，这是 L2 吗？是 L2 改的，对 ，L2 的那个鬼机，同一个人，鬼机的强化版，进化版，进化版不等于强化。灾星来了，灾星这样算强力卡吧？这个灾星我觉得很强，某些牌的必备卡，在游戏王里面，只要看起来像钢弹的都不会太烂。灾厄之星，专杀天庭号，绵羊永续陷阱。它的效果非常的阴酷 ，Token 系列、啊、这张也很有趣，天子的指轮可以有一个康牌，对手发动魔法一回合一度无效。对啊，这张感觉很不错哎，可是又因为它是装备卡，又觉得很难用，但它是一个强力的卡片，卡图也不错。啊，看到了，阿利阿斯白银城的执事，又帅又强。下面想要了，这张卡图也很美。来了，第二盒，哎、欸，第二盒又有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又是效果怪。好，再看属性，又是暗属性，哎呀，哎呀。又失败了，失败了。对，不是这样效果怪，感觉很多张，很多张。哎、欸，那白银城的也不错吗？白银城感觉应该要有价。只有这个，这个冥界神就是之前那个虫虫系列吧 ？MD 的玩家应该不陌生。TG 新大哥，爷青回，这 TG 感觉能玩啊，魂牌。又来啦，希望可以开到金钻的。第三盒，霸王门的魔术师。哦，这是魔术师久违的增强哦。我们这边不赘述魔术师怎么操作，但基本上这就是白色的咒毒，烂不了。哦，看到了，浮雕的黑魔，哇靠！这黑魔女怎么那么好看啊？黑魔女配这个 combo 可以把 RS 的消防栓找出来。哎，这很强哎，看到这看起来这很强哎，配一下就不亏牌了。不过你讲的有道理啊，就是它可以限制一下，不要限制的太泛滥。来了，第四盒，感觉我应该都差不多看完了吧？哦，还有个 FA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什么变？中了中了，啊、哦、欸，效果效果，哦，看属性，看名字，什么机会？中，蛇啊，又是烂的，
蛇眼的炎龙，新系列，霸王天龙，我都爱死，阿库雷伊都拉够，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 ，SP。啊，这所以这不是 S Force 名哦，不是他没有，他没有，可是他、就是，可是他看起来就是他叛变了，他就是小叶，他叛变了，这是反派。目前我心目中第一名还是黑魔女。OK， 什么颜色？金钻，金钻。边是什么？效果怪。哦，又来了，看属性。没办法，我们直接看第一个字了。哎、欸，哦，赫鲁斯，这是赫鲁斯吗？没错，赫鲁斯啊，第一个字就已经赫鲁斯了。赫鲁斯的荣光，大姐赫鲁斯啊，跟这个法兰星系统王之冠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霸王天龙。都爱阿库雷，还好，那本来就一定会有的啊，这也没事啊。像一张哎，来来来来，哦对，魔女是啊，又出了。和哎、欸、有黑魔女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黑魔女真的很帅哎、欸，又很强，来了，各位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，啊，这有700啊，然后5000 ，OK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比赛还没结束，九局下半。那这里面的这也开始也救不了什么，除非再来这个。啊，我们加一包是有四张，对不对？对，四张。如果这样算的话，等于哦，第二包，哈，1300左右，没有，哈，没有。外面第四包，哈，没有。第五包，哈，哦，哇，魔女，哈，没有，来。哈，黑洞龙，来第八包，哈，哈，哼，黑洞龙，哈，哇，定很久，很烂，没事没事，比赛还没结束啊，冷静一点。哎哎补回来哎，这样赚哎，哟。哇！那这次要三魔女是不是？剩最后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后面会有八分钟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是要砸客。这是什么？被打。哦，这个笨死。呵啊！歪掉了。唉，结束了。好啦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帮老板娘开一箱的战果，成双成对啦，其实还不错，好不好？这个黑魔女只有两张的。很可惜，没有抽到封面，也没有抽到这个。下一次再努力，还有两个颜色。那这部影片由我们的这个 MC 黑科技桌垫套又来了。上一部呢抽的是小张的，我们这次是抽大张的。小张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已经快卖完了。现在我们来推广一下大张的，只要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关键字新行，你想要打什么都可以，我们会抽出三位可以获得我们的 MC 黑科技桌垫套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是希望是只送给有 Seven 或全家电到店的，海外的朋友就不好意思，对我们来讲有点麻烦啊。希望之后有别的机会哦，也可以帮助到海外的朋友可以抽奖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。到时候抽完，你记得给我。